回去的功课哈，就是把这六个过五关。好，那过五关啊，什么叫过五关呢？就是啊，第七页啊，我们就不谈前面了，我们谈后面哈。好，就谈那个蹦，这个蹦掐蹦掐，我们谈一半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我示范一次哈。比如说 C， 我们要先会盖章嘛。好，我们要把和弦放在好听的位置，所以要练习转位哈。那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是先老师刚刚先盖章，然后你就练蹦掐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哈。二三，这比较简单。四五六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练蹦掐蹦这样子哈、哦，来蹦掐蹦，蹦上上我也有弹这样子哈、哦，啊，手啊，六会打架就下去，或者让它打架没关系，练习你要练习左右手可以撞在一起弹哈、哦，好，那可以让开这样。好，那你要附点蹦，哆哆嗦嗦哆，掐哆嗦，这是第五关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就好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这个可以过五关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套用看看，下次你温柔哈。